就是开始其实是对于科技发展然后带来的这种人造器官替换的这种可能性的一种怎么说呀，探索或者是一种敬佩吧。然后慢慢的可能我会通过这种观察的方式转移到身体内部，就是对身体自身的一些幻想。这个是丙烯吗？对，是丙烯，加了那个缓冲剂的丙烯。能够有一些偶然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它有自己流淌的部分。这图就是说，其实它的概念非常简单，跟那个其他版块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留白的部分，我们先在这上面刷一层这个，就是感光胶嘛。那这个感光胶就相当于一个网，然后，这个图像置上去以后，通过紫外线照射，然后它会出图嘛。白的部分就是感光胶被感光下去的。黑的部分就是感光胶保留的部分，然后印的时候这个是透的，这是死的嘛，其实是一个板块的一个概念，就是，但是我们在制版上也节省了一些步骤，然后让它的这种偶发的这种效果会更多。我想录一下你手里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刮牌。其实这个是你很重要的一个绘画工具。对，我用这个用那么小的，它也是因为它其实在控制上面比较随意一点。嗯。其实我本身也是不是一个社交的人，所以在那边我也不怎么去见朋友啊，或者见其他人。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创作的状态，我觉得。在工作室的时候也还是蛮就是独立的，然后也不能说不开心，所以说回来我觉得我就是享受每个环境吧，它能带给我什么就是我都不去期望太多，只要我能有条件创作就可以了。而且其实展览呀、实践呀这些东西本身也是个创作过程。你看我每一次在展览上都会预留一个现场的东西，就是因为我把它也当成一件作品。你要是不来展览，不去做这些很对于公众的这种活动的话，你也没法去实践你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也是很必要的。